原来去年的还没过期耶，开啊，现在就开来喝啊，谁怕谁？今天就幸福水水干杯。上个月才喝绿草地，真的假的啦？啊，你是为什么会突然想喝绿草地的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激发了这个勇敢的念头？2020没开的，刚看20219月8号到期，都被我拿去浇花了。你很棒哎，怎么会有浇花这个事情要做？第一次生日会准备好，今天大家就用生日会幸福水水。今天大家用幸福水水啊，他知道不同年份的冰水的水水可以调长岛冰水，不行吧？不行吧？这个喝了会醉耶。一起喝过期水水，干杯！然后大家一起冲厕所，救命！加起来多了几十公斤。旁边有谁可以喝？然后就打开来喝了，喝啊喝啊，那就是拿来喝的、啊。等等，哎，没有人有兴趣看我的膝盖伤口照片吗？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想看这种东西啦。反正你们看了就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痛啦，就是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很痛啦。怎么会痛呢？怎么会痛呢？就是这样了呀，没什么啦，没什么啦，就是皮掀开了呀，没什么啦，就是掀了一堆小小皮，老皮，小小皮，皮，就是一堆皮呗。那个是清洗过后的样子，摩擦，还有手上的我没有拍清洗过后耶，但是手上的就是这样，就是擦枪，就是一块皮不见这样，就擦枪它就不见了这样，没有擦枪，不是擦枪的，我给你们看 ice cream。我刚好拍 ice cream 的帽子， ice cream 很可爱，我是不是应该要买 ice cream 的？ ice cream 还在纠结，不可能还在纠结吧？ ice cream， 你们说上面那一坨是不是很像小海豹吗？你们说这只是不是很像小海豹吗？是不是刚就很犹豫啊？我要拍 shortcake 很可爱， shortcake 耶，他们每个都看起来超无奈超可爱的 shortcake、我就喜欢这种看起来很不明所以的东西。然后我刚刚逛的时候还有看到这件衣服 Sunny Side Up， 还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歌吗？ Sunny Side， 推一下推了吗？だから押しました。究竟是什么推法呢？现在12:02，我们今天播晚一点没关系，隔天好像没什么事。现在起。天哪，现在有人知道这个吗？救命！就是讲晚安，阿雷晚安。Sandaki， 我今天都还没有玩姜饼的。我的萨库拉耳环真好可爱，好喜欢哦，爱爆！どうかな？似合ってますよね。嬉しい。俺の洗濯機。
我想问你们一个关于生日会的问题哦。我一直很想问，每次都很想问，你们是不是比较希望每个人都玩得到，而不是只有被抽上台的人玩得到？我还没有开始构思要玩什么游戏，所以就是先问大家的一个大方向，然后我可能就是这几天要开始打 round down。你会希望游戏就是每个人都玩得到吗？还是会希望遇到自己不会玩的也怕冷场，比较喜欢每个人都参与到，不玩也没关系，不是每位都爱玩。可是如果说就是现在不是换成那个新场地吗？我还没有去过那里，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 backstage， 就是那个后台，就是我不晓得说就是那边的视野会不会有像以前好像有一次生日会，然后有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他没有参与到游戏，然后他要坐得很后面，就其实他也看不太到，然后也不知道大家在玩什么的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大家觉得呢，当然是最好，但是有可能嘛，也是有啊，也是有一些大众式的也是有一种大众式的互动方式啊，对不对？一个不小心就超时了，有可能两个环节剩一个。你们会很重玩游戏吗？就是你们会很重互动这件事情吗？还是你们其实比较想要看到说，就是我们准备多一点你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应该说你们很重游戏质量吗？想看没看过的，我是比较想看平常看不到的。素有呢，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说，会不会其实你们会比较想看 talking 的部分，不觉得吗？就是会不会其实你们比较想听 talking， 或者是比较想看我们就是可能做一些平常公演上比较不会比较办不到的事情，就是不要局限在游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游戏就是很拉长时间，而且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得到，会不会其实你们没有人想要这样子？搞不好大家比较想要一直拍照啊，对不对？说放在 talking 部分也不太准确，怎么说起来像是去看漫才，也不是说就是完全 talking， 应该说就是因为平常虽然说我们在直播上都很常聊天，可是我不会人比较想要看到就是我们现场可能多一点。可能多一点表演啊，或者是多一点成员之间的互动啊，或者是听我们聊一些主题啊什么的，就是不是说真的就像漫才那样就是在搞笑这样，那你平常闹一点就好，公演场合还是拘谨一些，想看表演跟互动。因为就是你来看公演可能看的还是有限这样。因为其实我每次在筹备生日会的时候，我在看那个 rundown， 我都觉得说就是生日会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然后你如果游戏各拉个20分钟，就只剩20分钟哎，其实很短哎，超短的，其实真的超短。
但是你游戏一定得拉15到20分钟，很难去控时间，你知道吗？我从第一年到现在，因为我也主持不少场，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像我主持的游戏场，我可能就会拿来做一些 special corner， 就是可能请，就是像人家可能有写卡片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环节。就会不会，其实你们会希望说，就是有多一点全员的福利，而不是说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我觉得玩游戏才有福利这件事情，已经有点太制式化吗？太制式化，对，对。曲，最近大家都熟了 ，solo 代表曲带旁白开场。对啊，成人间打闹也可。因为其实会想得到一些就是 talking 的内容，可是每次生日会就是都没有什么 talking， 然后就是可能讲两三句话，然后就突然就要进入游戏了，你知道吗？然后进入游戏，然后游戏在颁奖期间又拉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现场就很干，我一直很不喜欢那个空白的感觉。对，游戏能给互动其实不太多，我反而觉得说就是游戏精简化，可能就是就是如果真的要玩游戏的话，可能就玩一个就好，然后剩下我们做其他的互动，我反而觉得是这样。不常常是成员表演，拍立得就只抽签。对啊，我反而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我反而觉得这样比较好。做 talk show 的感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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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这种感觉。像我们去年不是有丢捧花吗？是去年吗？忘记了，是去年吧？去年不是有丢捧花，那也是就做一个小小的突破，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不想要，就是一定要照着那个版型走。不然照着那个版型走，那一年就一次，你就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好不好？每次那个吹蜡烛什么的都很仓促，你们不觉得到后半段永远都很仓促吗？每一场生日会都是，你们不觉得到最后都会很仓促，然后每次都会在那边说哦 ，delay 多久 ，delay 多久，就开开心心过个生日，就是我觉得不用照着版型来，对不对？都很忙，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对，可以不要问 talk， 要玩成员真心话大冒险型，这个搞不好更多人想看，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要更专属于。就是我们想做什么，而不是真的要去做游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要跟粉丝互动有很多方式，我真的觉得有很多方式。那反过来吹蜡烛开场就真的太极端了。没有说不行啊，没有说不行啊，大家先举杯干杯之后呢。若变 talk show 中间是一个长 MC 哦，圣诞公演，你们开吃蛋糕都比游戏好，还是我们真的开场就先吃蛋糕，然后先吃蛋糕，我们就边吃蛋糕，然后边 talk， 救命！直接变 tea time 这样，然后你们就是对，就是可以喝幸福水水，然后看我们吃蛋糕这样。
议员感觉很满意这个提案，议员喜欢这个提案，马上就吃蛋糕，最喜欢吃蛋糕，好像不错啊。吃饱再上成员会比较好干净吗？也不错。一开始就要喝水，喝到你们吃完蛋糕吗？能换果汁吗？水水在下午茶的概念。对啊，我觉得可以做很多弹性的改变。我想到很多鬼点子，我真的想到很多鬼点子。我明天看到淋雨，我要爆跟他讨论一波。我明天看到淋雨，我就要跟他讨论。我现在脑子里面开始脑力激荡，我现在脑子里面一堆鬼点子，我是点子大师，你知道吗？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觉得有 bug， 就是你在构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一直找出 bug， 然后一直 debug， 一直 bug， 然后再 debug， 其实最后成品都不会太差。怎么办？没关系啊，原来是工程师他没有，并没有，可以，我想好了，福利哦，福利要怎么给？无理由，我想想，我现在也在 debug， 我现在脑袋里面真的一直都是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但不跟你们讲，因为有可能会实际上用到，所以不可以跟你们讲，好不好？蛋糕口味挑好了吗？超前部署。哎，蛋糕口味也很重要，我想要很华丽、很好吃的蛋糕，我一定要吃超好吃的蛋糕，我要叫林依云挑，我相信林依云的味觉。想见面这样不一定要活动，说说话聊聊天也行。素有呢，想想看怎么切合主题。我这些就是鬼点子，要怎么切合主题会比较好呢？怎么切合主题会比较好呢？在这个要切合主题的同时呢，我们顺便来抽 BTS 饼干。还是抽不到哟。没有啦，我已经抽到几个饼干了，我抽到几个 BTS 饼干，我现在抽到四个。蛮难抽的，我已经抽到四个了。
纯吃喝聊天也不错，安排上下互动时间。得熊。你们要听我乱玩游戏吗？我今天都还没玩，我玩一场就好了，因为这个有，这个玩完就可以再抽一次。什么意思？只是想抽卡。什么都会吃不到，什么东西都吃不到。什么都吃不到了，不要再加快了，救命啊！什么 S 级超难的吗？这个不能断康，然后也不能撞到，哎，超难的。就是它完全不能断康，哎，根本不可能。网络上面一堆人都在说不可能。我真的已经每天玩了，但是我真的练不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很不会这种，就是跳来跳去的游戏。我被刮风20-45分钟，也可以吃饭睡觉了。阿潘颜值台，谢谢。阿潘颜值台的，那跳跃真的比较难，我真的不会玩这个啦。好，我要去抽卡，我要去抽卡，我要抽卡。好的，抽抽抽抽抽，拜托，真的想抽吉米。没有，来，哼。什么啊 ？BTS 挑战王国解谜，我搞了。那你说嘞？要输入什么谜底的样子？
哦，好大声！天哪！啊，没了！什么没有啊？我根本就没有，我根本没有解到谜啊！什么东西？什么？我解了什么谜？我根本没有解到谜啊！什么解谜？什么？什么 BTS 什么什么王国解谜什么什么按进去就已经说他那个恭喜你解完了，我还没解啊，等等，呀呀妈的，萌萌潘谢谢。我应该要 Google 什么姜饼人 BTS 王国解谜什么 BTS 谜题。Maybe. Be a little happier in our kingdom together. 所以答案是这个是吗？May you be May you be a little happier in our kingdom.Together. 答案错误，答案错误，答案错误怎样？哎，我少打一个字啦。Together. 哦，有了，解谜完毕。直接说你解完了就是最大的谜，对啊，我解完了什么？究竟我解完了什么？阿潘念英文好萌，什么？难的？それだけで燃える？啊，又可以抽五次了，又可以抽五次，頑張ります。なんもないです。はい、お疲れ様です。はい、お疲れ様です。なんも来ないね。なんも来ないね。はい、大丈夫です。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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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ロドドンドドロドドンダラー大家我今天很有精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我各种的呼吸歌，明明我就各种睡眠不足，但我还是超有精神，究竟是哪里来的精神呢？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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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段很容易亢奋来着，是吗？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一条 bingo 都没有完成了，可恶！哼，我好忙哦，我在进行一些例行性的工作。例行性的工作是怎样？害明天累爆的精神，对，我也觉得，我明天就会累爆了，大家。我们让我的手机自己去打，自己去破关。好，乖，朋友们，加油啊，加油啊，饼干们！啊，忘记开自动战斗了。已经明天，已经明天了。不要，不要，不要。礼拜四快乐，对，已经礼拜四，我现在还在这边看阿盘，耶、yeah ！已经0030小姐啊，不知道，没看到太阳还不算明天，我还没睡觉都不算明天，好不好？我没睡觉，今天都不算过完。哦，我觉得我今天的眼妆好好看，我跟你们分享。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好好看哦，我跟你们分享今天一个超八七的事情，这个真的超八七哦，我今天是真的超八七哦。我今天化完妆，然后我化完妆之后，我要喷那个定妆喷雾嘛，然后我就喷定妆喷雾，然后喷一次，喷完之后，然后就等它干，然后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回来，然后我再喷第二次，然后喷完之后呢，我想说好的，好的，看要不要再喷第三次好了，然后我就边滑手机啊，就随便拿了一罐起来，然后就。然后喷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奇怪，味道是这样吗？啊！跟你们说我喷了什么？我就跟你们说我喷了什么？这是我的定妆喷雾，这是我的随身发胶。啊！这是我现在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发胶。你知道吗？摸起来一模一样，我怎么有一个发胶味？怎么是你？怎么是你呀？救命！超好笑的，超级好笑，因为它有一个香味，它有一个香味。难怪你刚刚笑容不太会动，原来今天妆很好看，是因为 Gatsby。然后你知道 Yulu 今天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他说什么智障话吗？他这样跟我说，难怪我觉得你今天睫毛特别翘。最好是、啊，好啦，我今天睫毛真的翘很久啦，搞不好真的有。有我今天看到他，然后我有讲说，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归档的时候，然后整理到了一堆老照片，然后悠悠讲，哦，真的哦，有什么回忆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都是你都不能发啦，啊，就真的假的都是我，然后都是你啦。每一个都是什么？哎，要回家了，然后宝贝就说：“哎，要回家了。”就是林佳，就是你。
跟他讲，我真跟他讲了，真实的爱。但是他现在，我们现在很少约，真的很难约，因为他现在就是。欸，这个应该可以讲吧，反正就是他现在就是回去当学生，所以就是他上学，所以时间比较紧，然后就比较难约这样。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都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点我觉得很开心。像哈内他现在也是，就是有在做，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但至少就是感觉他们两个都比以前快乐，比以前健康很多。我觉得光这一点我就很开心了。然后我就想到啊，我想到一个真的是，这是一个很撩脸的话题，我从来不敢跟这两个人讲。就是呢，我每次听到就是像之前有那个 CISP 公演啊，然后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想要什么组合啊，然后大家们 Limi 啊，什么 SSK 啊什么的，然后什么组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撩脸，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没有达成过我们三个人挑一首 UNI 曲这个成就。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哦。我也好想要小团体啊，我也好想要小团体啊，因为这种时候就很吃亏啊。你如果说就是大家在那边挑说哦，想要看谁跟谁跳一首歌，想要看谁跟谁怎样，就是不可能会有我，因为我团小团体就都走了，你懂啊？哎呀，有什么有？哎呀，得突然想到，对不对？有团体比较好申请到跳歌，对不对？我又没有。趁现在啊，对三期出手啊，好啊，我出手，大家千万不要，就我出手那未成年的，然后就太晚不能上场表演这样，哭啊！我也好想要小团体呀，你看人家有可爱团。反正有一大堆什么小团体啊，我说没有啊，怎样 啊死掉了，我是不是用错队伍？你怎么就死掉了？我的黑珍珠去哪里？黑珍珠饼干，然后席兰，然后不要带小塞，我想带那个这样 OK。 先来去困了，潘晚安，晚安哟。不行，你赶快去弄个香菜麻油饭组合，不带小三了吗？没有啊，我就不喜欢，就特别去攀什么关系，就是该怎么讲，就是在大家都已经自然而然，就是有比较要好人之后，你再去黏某一个人，就会很像你在攀，懂吗？不行啦。你看赢了，带错队伍，
黑珍珠一下就骗我就过去了，黑珍珠是暴力耶、欸。这我不想再，就是你懂吗？就是你突然去找人家组 CP 是超怪的，超怪的，氛围很不友善，我先不说话了。可是你喜欢攀岩哦，热热。看你是攀关系。人家说你攀，我就说我就攀啊，我就攀啊，我台语名字是攀啊，没听过，乱讲话。啊，三七有没有阿宅啊？好想要阿宅哦。好想要阿宅友善氛围哦，阿宅友善氛围。我真的很难遇到一个就是跟我这么合的人、欸、就是你同时喜欢日团又喜欢韩团然后喜欢动漫的人，很难呢、欸。可以带他们入坑，也没那有所难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三起呀、啊，就是他们进公司，然后就是经纪姐姐在教他说，就是教他们说，就是进公司的时候要怎么打招呼。像我们一开始，我们最一开始就是因为有日本，就是有日本工作人员在，所以我们最一开始就是 Ohayo gozaimasu 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都是台湾人，所以我们通常进公司就是大家早安，直接早安，然后马路上早安，早安这样，就是通常都这样打招呼，老师早安这样。然后就是姐姐在教他们说要怎么讲早安，然后要对哪几间办公室要怎么讲这样子，然后就是请一个成员来示范，然后刚好肉肉在旁边，然后肉肉就大家早安，然后结果因为肉肉就其实很早就到公司，就是他超早就打过招呼，然后大家讲说哦早安，然后就听到声音不对，然后转头过去要靠台楼，想不是你不是早就来了吗？你是在打什么意思的？然后结果下一秒就三起身就1、2、3，大家早安。还有点怯懦，然后我就立马回头说早安，然后姐姐们说啊，你的语气差太多，超好笑。一开始肉肉的时候，然后就早安，辛苦了，早安。然后我就换三起的时候，小雨来打的，大家早安，然后我就转头早安。整个办公室的那个，他整个办公室氛围不一样，你知道吗？他还转头过去说：“怎么是你啊？你不是打过招呼了？”还蛮吐槽，吐的超用力。然后就三起身，而且三起身不是所有人都同时进公司，你知道吗？然后就分了好几批，就是分了两三次打招呼，然后就他们打招呼，然后都是他说：“大家早安。”然后我就早安。然后姐姐们就大爆笑，说：“阿爸，你差太多了，不是你妹妹嘛？”啊，超好笑，又是你。很好玩。早安，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很可爱耶，然后好像就是转脸洗完吧，然后就是
进办公室，然后处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就回到练舞室。然后我要回练舞室的时候，然后就是有那个姐姐在关心，就讲说，哎，那三期练习的状况还好吗？就是会不会说就是怎样？然后我想说，不会啊，我们聊得很开心，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就是有还蛮努力的，就是想要去带动三期，然后就是有跟他们聊天这样。就是有用力的聊一下天，然后就是刚好我们带到的，就是比较也刚好活泼一点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蛮活泼的。然后现在都看不出来啦，现在都刚进来都很怯懦，你知道吗？当初那个谁，当初那个林鼎立也是很怯懦，后来就是哈前辈。就是讲话也是超级无敌大啦啦，没有，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就还没熟嘛。然后就是聊天，然后聊，然后随便聊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没有，我们都相处的蛮好的、啊、这样子。然后结果我要回练舞室的时候，然后我想说我要回去奶小孩了，拜拜。然后整个办公室在笑，阿爸你太快乐了啊！回去奶小孩了，拜拜。快乐哎！果然要跟三情组团，并没有，太愉悦了吧！我真的觉得他们都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没想到成员才可怕，我跟你讲，成员都是最可怕的，成员是最可怕的。不会以后都你当母鸡吧？没有吧，没有吧。哎，我玩得很开心哎！你没有注意到那个游戏 BGM 超大声吗？超大声，一直在按哦。我在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游戏一直有在按。哦、手机快没电，继续。三期的是要给他拍，没有吧？那个会摸屁股跟那个会咬人的最近都很收敛啊。对啊，我也觉得过阵子三期应该就跟我们打成一片了吧？我觉得经历公演应该会差很多，你就要先经历公演。反正我就努力奶小孩咯，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放轻松一点，但也不要太松啦，这样。我刚刚说就是把这里当成女校，然后就是女校这样。听说他们舞蹈底子都不错，很不错啊，我觉得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学得很快，超级快的那种。阿姨会生气气。我跟你们说，最过分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聊到就是，哎，你读什么学校？这种就是最最容易起手势嘛。哎，你读什么学校？这样子，然后聊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哦，那天哪，怎样，然后林允就在那边欲言又止，然后反正就是有讲到年纪相关的问题，林允就在那边欲言又止，你知道吗？我让你闭嘴，我知道你会讲到，不要讲，不要，你不准。那时候
晴不在，然后阿晴不在，然后林允就在那边，然后不要你不要，超好笑，让大家讲不行，让大家讲失礼。真的很失礼，你不可以，然后他就，你们懂我的淋雨不是这样，不可以，不可以说，然后最后他还是说出来，对他还是说出来了。现在前三大哦，前三大应该是，前三大应该是七七、卢卡跟米娜吧。卢卡比我大吗？卢卡比我大吗？我没有印象哎。哦，卢卡比我大。哦，他比我大一岁。没有，林雨是直接指着我，然后跟少彤讲说，他说你们差11岁，不要说出来。然后他就想说，他就想你差14岁，不要说。砰！我在倒地不起耶，哎，这是不要再拿年纪开玩笑。你看那个 YT 也是啊 ，YT 也是，就是那个我们的 MV reaction， 突然刘晓晴在那边说没关系，我们有阿凡普。我已经故意很安静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故意很安静了。我就站在那边很安静，我想说这个我应该不用讲话。然后小晴又突然讲一个，没关系，我们有阿凡普。中箭，哭啊！哭啊！虽然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人设，但我觉得这是中箭中的很用力。躺枪王，我真的是躺枪王，没关系，我很喜欢躺枪王这设定，我觉得躺枪很好玩啊。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躺枪很烦，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干嘛一直呛我，我也很年轻啊。然后后来想想算了，就这样吧，可以啦，就这样啦，好啦，就这样。放弃，有一天开始就放弃了，你知道吗？什么永虫队现在是重出江湖，是不是？哆哆罗哆哆，哆罗哆哆哆哆，哆罗哆哆哆哆罗哆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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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团期久了就习惯了，真的就习惯了。你躺习惯了啦。给我一杯酒，再给我一支烟。
其实蛮好笑的，不是吗？这代表大家觉得我脾气好啊，对吧？这代表大家觉得我脾气好才可以这样开玩笑，你不觉得吗？烂命一条。你修养好没？是啊，我觉得往好处想，就是大家知道我不会生气，就是编我这样。对啊，一笑置之，没事啊，没事啊。所以大家攻击的对象，世界就会和平了，没错。还可以打一场，太好了。Yes. 我要跟你们讲这出电影心得。这出叫什么？我是放在桌上，然后一直想讲，然后一直没有讲。所以我要讲这个《鬼岛》。就是呢，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恐怖片。我从来没有进戏院看过恐怖片，我就觉得花钱去被吓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鬼片跟恐怖片，就是因为我真的是非常之胆小，然后我就一直问，我就问说，到底是谁可以陪我去看，然后就大家没空，然后就问到尤鲁，然后尤鲁说他有空，然后他就陪我去。然后我看预告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没有很恐怖，反正恐怖片本来就是那些画面啊，就是那个砰啊啊，这样就是那一瞬间那个 jump scare。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出就是我大概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吓人。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被吓到，我就这样子看着，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女主角下一秒回头，然后我就这样闭眼睛，咚，然后我再张开眼睛，嗯，好，过了。啊，好笑啊！你如果看着就笑了，他有笑，我右边坐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她也会笑，超好笑的。然后就是其实你大概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吓人，然后她剧情也没有到真的到太难猜，我觉得就是架构还算完整，然后拍摄手法还算不错。然后其实我觉得她比起恐怖片，她还蛮励志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励志。就是通常这种不是都是叫你不要乱拜东西吗？那种什么恐怖片、鬼片，不是通常都是警告你不要乱拜东西哦，不要再乱拜东西咯，这样恐怖游戏不是这样，不要再乱拜东西咯，这样不要乱祈祷哦，这样。然后我就看这出，就是这出感觉很像女主角的成长的那个心路历程，女主角非常非常激励人心啦。这怎么感觉？怎么感觉好像跟那个恐怖片好像有点沾不上关系？但是它很灵，这样。那这出也是啊，就是有那种就是女主角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硬要去观察，然后我就这样靠过去雨露身上，然后我就想说。人真的是不要太好奇耶，他当然一定会被吓。我就跟你说吧，你看门关起来了吧。我跟你讲，最霸气的就是我今天就想说，就是我没有吃晚餐，然后就我原本就没有很饿，就没有想吃晚餐。我想说，那我买个盐酥鸡，我买卤味，然后后来想说，算了，不要买盐酥鸡，不然我会被全世界打死，这样我会被瞪死。那就买了老天路，然后我就买了什么海带啊、蒟蒻丸，然后就进戏院，然
然后我就想说跟平常一样，就吃东西应该还好，因为我平常也都是会买一些小饼干去吃。然后我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发现哇，恐怖片原来就是安静的时候这么安静嘛。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塑胶袋在那边洗洗簌簌，然后海带在那边空空空空空，超级无敌不好意思的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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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床底下有怪声音，我好想去看哦。那个棉被鼓起来，我好想掀开哦。然后就看到那间房间有怪东西，他就硬要走进去。你看门关起来了吧？叫你快逃！你看你不逃吧？你看门又关起来了吧？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这一部是天主教，这是有点糟糕啦。可是真的超好笑，就是这一部是天主教的。就是那种驱魔的故事，就是反正很多这种宗教片嘛。然后结果就看那个就是看到某个角色感觉好像快要领便当了，然后就靠过去一路身上，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要领便当了，然后一路想说阿门，然后我就跟他说阿弥陀佛，然后一路开始憋笑。事情太难以理解，我们分头行动吧。然后就有人死掉了，大家都很机智很聪明的。就是我发现突然发现，就是因为这个恐怖片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地方是说，就是一下就是它是以现代为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就是很棒的地方是说，就是它并没有说一定要你去接受这个天主教的这个驱魔观念，它没有把话说死，它就是讲说，就是它在这个驱魔学院，就背景是一个驱魔学院，它也有讲说，就是教授是精神科医生，他就说这种驱魔就是虽然就是存在于历史当中很久，但是也有很多其实他就是罹患了什么什么失，就是思觉失调啊，或者是罹患了忧郁症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会先开始用科学的角度去治疗他这样。然后就是你看整出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其实有一些东西不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然后就是你自己也有办法去想象说，就是有办法用科学去说服自己这一些剧情，对。但是当然有一些就是很明显就是鬼片的东西，然后你看了你就是觉得没关系，就是这世界上就无奇不有，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奇的这样，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恶魔这样。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像可以理解，好像可以理解，是这世界就是这样，对。有科学也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只要这部片有一点科学因素在，我就会觉得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可以很冷静的看，你懂吗？信仰错误，超好笑，超好笑，那阿弥陀佛，宗教错误，我们要相信科学，椅子快好飘。好像明白雨露为什么会笑了。我也没怎么说话哎、欸，也没怎么说话哎、欸。有逻辑就也能看了。对，我跟你讲，我不敢看是那种，就是真的是纯鬼片，就是这一切都很灵异，都很不科学，完全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就觉得超可怕。但是如果这东西就是其实有掺杂一半科学的话，我就觉得这一切好像又可以接受了。但总之我觉得整个看下来就是他节奏也抓得蛮紧凑，就是也没有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中规中矩吧，中规中矩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头有尾，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就是非常的恐怖至极，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就是太不符合逻辑什么的，反正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啦，这
这片我觉得还不错啦。但如果你看腻了驱魔片，这个就还好了啦。对，但它有一个主线在啦，我觉得它有一个主线在，就是女主角的成长故事，我觉得很棒，她有成长，她有成长，好不好？后皇帝信仰教，某大公会后开始消灭其他宗教与其他教派，最后的欧洲只剩单一宗教。原来是这样哦。咒真的是不要去看，咒是什么？我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我只记得我有一次在家里看萨满，我真的是觉得超级无敌难看的。台湾恐怖片，我刚是说台湾吗？我跟你们讲，我最近讲话真的是超级无敌口齿不清的，超级好笑。不要查，查了也完蛋，查了也完蛋。哈？什么意思？我才打开维基百科而已，干嘛这样？查维基百科干嘛啊？演算法会找上你，关掉了，关了。萨满也不错，萨满不好看，萨满我看到睡着。是啊，我只能祈祷他不要找上我这样。结果我忘记今天是例行赛最后一场，超伤心的，受伤。在宗教学定义好像就只是指多神教信仰，被这篇乱搞后，大家都以为萨满是邪教意思哦。没事啦，可以看季后赛，不要啊，不要啊。可以去看富邦勇士，好呀。我现在才看到你们的小盒子，好好笑，晕烂了，晕烂了。Andy 晚安。听说今天再见安达，太厉害了。怎么觉得肚子饿了？可
可是一点了，是不是该睡觉了？可是一点了，是不是不要播了？是不是不可以吃饼干？那吃饼干是不是有一点胖？还想吃烧肉，想吃串烧，我们去吃串烧。走啊，哪里？妍姐姐出发，妍姐好远，吃胖一点。我到了人嘞，要吃串烧，想吃串烧。最近身体微恙，奶奶多休息。睡前吃串烧，我哈想吃串烧，然后喝可比斯，想要喝可比斯。像在里面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正在站零零到洞洞到洞二，是这样念吗？洞洞到洞二，那他洞二就可以去睡觉了吗？点了200的碳烤，有吃跟没吃一样。现在想想还不如不吃，为什么不吃？冻凉，冻凉，冻冻。冻凉，冻冻到冻凉。刚回到家都可本没早睡，好想吃串烧哟，想吃那种10元碳烤一串一串的那种，还是吃那种日式居酒屋那种串烧。日式居酒屋真的好贵，但是日式居酒屋真是超好吃，怎么会这么好吃？我一次去公司附近吃，然后觉得好好吃哦，真的好好吃，快乐。然后喝什么水蜜桃沙瓦，好喝，甜甜的，甜甜的。还是我再点一次200吃？你要现在吃，可以自己调浓淡，不行，我跟你讲，可必斯那个铝罐啊，跟宝特瓶啊，然后还有什么浓的可必斯啊。像外面买的那种调的可比斯，全部味道不一样，不能接受。连那个饮料机的可比斯味道都不太一样，都不一样。真是快乐。对啊，我公司附近都蛮贵，贵死了，真的贵。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到处看留言，就是我没有看那个 reaction 下面的留言，好奇大家都留什么。
好奇大家都留了些什么。还是我来吃饼干，现在可以来吃饼干了，不对，等等要躺躺了，晚安，晚安 ，Happy 了。我看呢，就是最近好多人一直在录 Reels， 然后阿晴就说阿潘最近是不是比较少拍，就说被发现了，真的被发现了，救命，被发现我最近很少拍片了，现在就来拍啊，谁怕谁，先去来拍啊，超夸张，马上来拍，马上来看有什么东西，谁怕谁，我先去睡，晚安嘿，毕竟他最近反常开始拍片，然后他最近一直在拍片，刚回来台北，然后补档补完，赶快去睡觉，晚安。我在找了什么歌？好像有人拍过了，怎么还是叮叮当当？
这个是镜像。今天穿这样好不适合 anti fragile， 没关系。这是什么？我觉得夜にかける有一个有那个舞蹈版好好看哦。这个好好看哦。我要录起来。好玩哦，这个好好玩，我要早一点来学，好好玩，我喜欢这种东西。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哒哒。好，改天来拍 nude。这是什么啦？什么东西？
找一天来拍这个好了，找一天来拍 refresh。好，我列个清单，等我一下，不然我会忘记，我真的会忘记。refresh， 然后 nude， 然后还有什么？有什么想学的？刚刚有什么？夜にかける？夜にかける？然后，真的是要听一下 Anti-Fragile， 这个真的是很欠拍。好，絶対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絶対インスピ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はい、絶対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这个可以列进去。如果我有时间学新的舞，这样我已经每天都在学新的舞了。阿范今天可以播五点，不行。太用力了吧，这个人。
每天都是全能拍，是的。我在录那个声音，先储存音讯，不然等下就不见。你说 cookie 吗？ cookie 我不知道，我觉得 New Jeans 我都还好，我不知道为什么 New Jeans 的歌我真的还好。怎么嫁？救命！很突然的要拍耶。还是你们先来下面，先把脚架还我一下，谢谢，谢了各位。看来要到三点了，没有，并没有。灯要先拿出来，在这边就行。对对对对对对，赌盘开起来，不要！在后置修亮度，先找好看的滤镜。这个好像修过头了。开个慢速的好，太快了吧？什么？我按错了，我刚调了调那么久。
怎么突然快转了？我快笑死！怎么变这么快？很好笑哦，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很好笑。我直接按错边，我按成 0.5， 就是整个影片直接变快。好慢哦。房间比我家客厅还大耶！好啊，可是我觉得我这个门不好看耶，还是要搬脚架出来吗？很麻烦耶，很麻烦耶，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就这样就好。给你们看，这个拍好了，超费超费，这样子就拍好了一个，好不好？应该好像看到一个什么 Boys Like You， 还是这个是什么？想学这个啊，想学这个，超想跳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现在就能拍的。就是现在跳都很冲突。哎，突然想到，是不是没有跳过那个玩鱼跳的那几首，我已经不记得是跳什么了，已经不记得我跳了什么东西了，不过我记得就好。搞不好我已经不会跳了，你知道吗？新用户加入酷派的，找一下。已经，身体已经忘记。已经忘光了啦，超快的。哎，怎么跳？
忘了，什么都忘了，真的什么都忘了。啥都忘了，我最近都在学新的啊。看起来穿这套非常不好跳，非常不好跳，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掉，什么肩带、什么裤子都会掉光光。那时候还跳了什么？已经忘记了，真忘记了。怎么感觉好久以前？就是要跳这个吧。哎，不要广告！为什么每个都有广告？每一个都有广告，我要刷到没有广告为止。已经忘记了啦，都忘光了，很快，超快就忘了。学了什么？还有这个吗？这个比较记得，不知道什么。还有这个吧。已经忘记了啦，真的是忘记了，好好笑哦。什么都不会记得的，大家，我什么都不会记得。
然后现在开始就要全部重置记忆，就是全部都要，就是都要洗掉，因为新一轮就会开始进来，然后就又要开始进那，要开始记那个 anti-fragile 怎么跳。这样更凉。Uber Eats 吃的用的就降点。缓解是一种感冒症状，改元和汉感冒颗粒。忘记了。我看看怎么跳。哪里球都对，怎么跳？是不是反边？所以是其实是哎、欸，所以其实是 anti fragile。丢一个，然后绕上去。先这个脚，所以是，哎哎，左。然后，就这个，我想想看啊。先左脚，
右手左手。手右手，然后放进去，进去，再去。好，再看一下。Enter放着，就是单纯走位，走位。好，再一次。一直忘记最后的那个 anti project， 所以是那就要再去，记不住就算了。可以啦，至少记得了。好累啊，好热啊。
纽约薪水小偷奖，怎么你在纽约怎么这么好？没有啊，原来十一在美国。好啦，那我要来玩电铃，然后下播了。嗯，哎呀，我要来玩电铃。哎，你嫁不回去，救命！怎么嫁不回去？哎，是艾娜娜的歌，太赞了！好的，晚点名单，艾娜娜可以吧？好热哦，穿毛衣真的是不要跳舞哎，不要闹哎。哎，这样有42个人在啦，去睡觉啦，马丁，去睡觉之前 ，Tom 还有飞镖还有。邦维、Steven、Vivi、塔瓦哥、吉米、周、明露、雷、秀一、笑笑、飞鸿、XTX， 还有中影、AB、呼来、跟燕，还有 Plus， 跟数学课本，还有修哲，还有 Eros， 跟企鹅，还有林果、鼠鼠队长、瑶、樱桃猫，还有柯基玉，还有。Free Plus 跟杨过跟小刘还有赵天才，天才还有郑源跟小管面线跟 Andy 弟，还有董董跟家园，家园记得追踪我，然后还有杨公公，还有阿比，阿比，我只想叫而已，不要理我。Hello 淘气小企鹅。哦，这个是全曲。喜欢听这个，我们听这个。好的，那我要来念榜了。今天第5名建谷，谢谢建谷。第14名小易，谢谢小易。第13名是 Andy 弟，谢谢 Andy 弟。第12名是 Steven， 谢谢 Steven。第11名是 CKU， 谢谢 CKU。第10名是小硕，谢谢小硕。第9名是柯基，谢柯基玉。然后第8名是阿成，谢阿成。第7名是潘朵拉，谢潘朵拉。第6名修哲，谢修哲。然后第5名是 AB 回来，谢 AB 回来。第4名是中影，谢中影。第3名是德瑞，谢谢德瑞。第2名是陈，哦，谢谢陈，哦。然后第1名是 Martin， 谢谢。对啊，最近学了几首新歌，最近一个月内学了55首歌，就是对，要爆炸了。这个礼拜6日又要展开一个新的挑战。好的，对，我会加油，期待生日会到来，我会加油筹备。对，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家。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卖，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卖完。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卖完啦，应该是卖不完吧。
应该是卖不完啦，我觉得。今天眼睛闪亮亮的，很好看，皮卡皮卡，今日皮卡皮卡的，可愛いですね。最近はね、肌の状態はいいから、ちょっとなんか、ちょっとピカピカしているって感じ。不是有好吗？大家，我是大干净。但是，なんか最近肌の状態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よね。啊，そうよね。等一下洗澡还要换药，差点忘记。对，我等一下要换药。プニプニピカピカって感じ。他每天洗头吗？看状况哎，通常是两天会洗一次。但是如果就是今天觉得自己头发特别脏的话，就会再洗一次，这样。就是会那天就会洗，或者是上通告的前一天一定会洗头。但是我通常都是早上起床再决定，因为我是那种晚上睡觉会流汗的人，所以我通常就是早上再决定要不要洗头这样。但是我现在头发看起来油亮油亮，是因为我今天有抹发油，我今天抹了很多发油，对，已经在卖了，还有，反正应该是卖不完，好啦，那就先这样了，大家哪一天见？下礼拜目前是三四，对，三四两天，对，对，到时候见。嘿，こういう感じです。またな。晚安，姑奶奶，おやすみ。안녕。さくら。